你不想活了，你找死啊！我是想活得久一点，我才不相信林天宝说的那个洗个澡就能感冒。我要游泳，我要感冒，我要彻底的感冒。哎，你感冒干什么呀？你不懂了吧？感冒呢，鼻子就会闻不到东西，闻不到东西就会活好多年。而且现在京城里文武百官都想尽办法的感冒。你疯了！你疯了！哎呀，疯了也要吃饭。今晚吃什么？哦，今天晚上吃啊，全城最流行的那个臭豆腐。来了，快点快点，快去煮饭，快点快点。好好好，我去煮饭。哇，他疯了，他疯了，全都疯了，全都疯了。你要带我去哪儿啊？六合酒楼。你请我？不。那你有事儿求我。我请你干嘛呀？有一批生意我要跟你合作。跟我做生意？你近来有没有发现京城有什么变化呀？最近哦，臭味熏天哪。你这么聪明，有没有悟出些什么呀？哦，怎么还不明白呀？我告诉你，只要是京城流行的东西，全中国很快就会流行，全天下都会以吃臭豆腐视为时尚。没错，那又怎样呢？哎呀，怎么这么不开窍啊？我问你，这臭豆腐是什么做的？豆子呀。如果全天下都吃臭豆腐，你说这豆价将会如何？原来你要做豆子生意啊，好主意啊。现在正是时候，我带你去见一个人。见谁啊？他就是你认识的，他叫杜三。哦，就是山河县的黄粮庄头。走走。李大人，我听明白了，说了半天不就是要垄断豆子的价格吗？把全部的豆子都收集起来，这有点儿，我还有更好的主意呢。你说。哎，我们应该办一个专门的豆子交易所，有豆子的时候呢，把它全收进来；没豆子的时候呢，把它全卖出去。这叫做买空卖空，不但要垄断今年的豆子价格，还要垄断未来几年的豆子价格。那得需要很多资金啊！哎，资金不是问题，生意做起来了，我们就找那些有钱人来入股，每年分一次红，入的越多，赚的越多。我就不信那些有钱人不动心。林大人果然是生意天才呀、啊！哎，过奖过奖。将来生意做大了，不但要让有钱人入股，老百姓也可以入股，一分一两，一株一流都要弄进来。全国上下每个老百姓给一株的话，你想是多少钱呢？啊？这一流，一株。这说起来，我们的交易所是靠着一流一株堆积起来的。哎，那个交易所就应该叫做株式会社，如何？好名字啊，很动人呐、啊！我猜这个名字一定能够流传下去，100年、200年以后还有人用。那，哎，就叫做光地株式会社，怎样？好，那我对呀。不客气了。哎，那些有钱人出了钱，肯定想来掺和，咱们就把他们组织起来，一起来管理这个株式会社，就叫做都是股东，东市会，怎么样？东市会，这个不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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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你看啊，搞生意的人嘛，要精通计算，而且懂得经营。我们就叫董事会，好名字啊！李大人，你年纪又长，当官又大，要不你来当头，就叫做董事长。好，好啊，董事长。我呢，大家都知道，我为官清廉，两袖清风，没有钱入股，干脆我帮你们来管理这个株式会社得了，怎么样？哎，不不不，你等等，不管干什么，都得有个官职嘛。我当头就叫总，经营管理我一个人干，就叫做总经理。对，
经理，你就是林总经理啊。都是当官的也不行，还得有手下。咱们雇上50个牙丁，给他们穿上统一的衣服，生意好，红红火火，穿红袍啊，如何，李大人？好，好。不过，50人，那大红袍的布料费也不少啊。倒也是，干脆把他们的袖子拿掉，只穿马甲，省钱了，就叫做红马甲。好，就叫红马甲。林大人果然有经营头脑啊。哎，我当年在贤达书院学了那么多生意经，不能白学呀。生意做大了，陶朱公、石崇都不在咱们话下啊。来，林大人曾经一个时辰赚过100万两银子，你听说过吗？当然听说过，了不起，真了不起啊！来，我恭祝我们京城合作。好，林大人，吃菜，吃菜。哎，小二，哎，快，这里怎么缺一样臭豆腐啊？哎呦，纪委员，我们店啊没有臭豆腐，荒唐。现在没有臭豆腐也敢开酒楼？去，叫老板准备臭豆腐。快去！李大人，你别生气。喝酒，好，喝酒。开张喽！哎呀，做得真好啊！那当然，你看来了这么多人。哎，各位，今日开张，多多捧场啊！出了一个好主意，以前赚钱呐、啊，没想到今天这么多人、啊。好了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喂，杜三儿，哎，杜三儿，赶快招待客人了，赶紧来。好，谢谢大家，大家可以进来了啊。这边啊，这边请，这边请。好，请进。做买卖。林总，这几天的生意太好了，正如您所料，股票在第一天就全卖光了。啊，你看看啊，照现在这个速度来算的话，半年之内咱们三个就可以成为富可敌国的大富翁。全靠这个豆，小小豆子立大功。杜三，还不赶快派人到全国各地去收购豆子？我已经派人去了。啊、聪明，干豆。三爷讲一讲。你们三个居然这么开心的在一起，这好朋友啊，好朋友，好朋友啊，好朋友。哎，天宝，最近那个母老虎有没有打你这个武松啊？没有，绝对没有。那刚好，朕想去你们家拜个年。哎，皇上，我们家家徒四壁，两袖清风，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招待你啊！去不得。而且我那个奸人要是看到你以后，还不吓得晕过去啊？哎，怕什么？朕化妆打扮一番，前去如何？哎呀，万万去不得！大家有这个景阳岗危险。嗯，对。那朕更要去了。哎，三爷，我看你还是别去了。连你也这么说，那朕非去不可。哎，皇上，你要非去不可的话，麻烦您穿上龙袍行吗？啊，干嘛穿龙袍去啊？我两位夫人看到您穿龙袍，至少不敢伤害到您。什么话？我偏不穿龙袍。万万使不得，三爷啊，会出人命的呀。
出什么人命？不是，我跟你说，您要去他家，不出半个时辰，您准龙颜大怒，掀桌而去啊！对对对，三爷，您也许会将林大人两位夫人治罪。对呀、啊，切，我偏不信这个邪！我今天啊，不但要去，而且我保证不发怒。你们敢不敢跟我打这个赌啊？这个，三爷，这您输定了。对，哎，话不可以说这么早。那你们要输了，就每人自减一年的俸禄，怎么样？那如果您发怒了呢？是啊，我要发怒了，每人赏你们宫中一件宝贝。哎，击掌为誓。嘿，走。哎，走。哎，三爷。三爷，现在反悔还来得及，要不咱们六合酒楼怎么样？啊，六合酒楼，好好好。哎哎，走走。哎，三爷，走走走，请。走。夫人，夫人。喊什么喊什么？吵死了！没看我睡午觉呢。夫人，来客人了。什么客人啊？哈哈，林夫人，恭喜发财，新年快乐！发财？发什么财啊？我们家天宝这么廉洁，他还能发财啊？你们呢？少骗他，我就烧高香了。哎，夫人啊，这都是贵客，贵客，贵客怎么了？不要乱讲话，去弄点吃的好不好？吃的，美的你呀、啊！哎呀，今天是玉娇当班，你去找他了。哎，等会儿你们这么多人，不许大声喧哗，以免吵我睡午觉，听到没有？哼！哎，夫人，不是，林安，哎，老爷什么事儿？没看见来客人了吗？赶快准备酒席。准备酒席？老爷，你是不是发烧了？要在家里请客？你也敢这么说我？快去！疯了，肯定是疯了。就好，就好。三爷，你感觉如何呀？是啊，呵呵。哎呀，真想不到啊，林天宝竟能在这种环境生存，这活着太不容易啊。三爷，各位大人，别光看啊，来吃吃。天宝，这你每天在家就只吃这些？每天哪能吃这些啊，这不是您来了吗？过年了才奢侈一下。来来来来来来，行啊，吃菜吃菜啊，小伙子啊，平常你跟朕说两袖清风，朕还不信，这回朕算领教了。难得大家来拜年，来来来，我敬大家一杯，三爷，请。好，好，来吧，来来来来，干！这酒，这酒，哎呀！哎，李大人，这儿哪有你说的那么玄乎啊？这天宝家。除了冷清点之外，其他也没什么嘛。就是、啊，那是您运气好，天宝巴不得这样呢。三爷，如果您要看热闹的话，那就要让他动动本钱，叫他拿好酒、拿好菜出来。让他吐点血。对呀、啊，天宝，豁出去了。夫人，拿好酒来。武松喝多了，要上景阳岗了。嘿，嚷什么嚷啊？好酒，好酒。你们不是要喝酒吗？好，我陪大家喝。来，拿酒杯。来。来，谢夫人。喝。哎，夫人，哎，夫人。你怎么不喝呀？哎，别喝！哎，这看什么呀？哎，起色心啊！嘿、哎哎，你这个大色狼啊！哎呦，喝不喝？我喝呀你！喝！哎，三爷，喝！拿酒来！三爷，喊什么呀？还有一瓶穿肠毒药，哎、饿死你！啊！白如燕，你撒什么泼呀？哎呦！啊，敢这么跟老娘说话，招打呢吧？哎、呀，想动两招怎么着啊？哎呀呀、哎、呀！
哎，两位，什么狂？来人！这两个贱人押入天牢，以冒犯龙颜罪问斩。跪呀跪呀！皇上息怒，皇上息怒，饶命啊，饶命！皇上，皇上，皇上，看在林大人为国立下汗马功劳的份上，饶了两位夫人吧。是是是，皇上，皇上，好，就看在天宝的份上，朕饶你们两个不死。天宝。听朕的口谕，立刻把这两个贱人给朕休了。谢皇上不杀之恩。你们这两位贱人，立刻滚出京城，永远不得再见天宝。哼！谢主隆恩。皇上，快呀！三爷，哎，三爷，三爷，谢三爷不杀之恩。天宝，朕将他们赶出京城，你是不是不愿意啊？哪有不愿意呀、啊？我感激你还来不及呢，是您让我脱离苦海啊，三爷。哼，那倒也是。不过，朕这次跟三大辅臣打赌输了，按规定得给他们宫中一种宝贝。给什么好呢？哎，天宝，你有什么妙计吗？三爷，你看这俩东西怎么样？干什么用？这东西只要放到您家里面，就可以说是周公当年煮茶用的碗，而这个呢，就是大禹治水的时候喝粥用的器皿，可不就成了宝贝了吗？哎，小子，真有你的啊！好，这事儿就交给你办了，把这摊子上所有的东西全都拿到南书房来。哎，老板，二两银子我给你全包了啊。皇上，这是我们赢的就是这些宝贝。哈，这些东西可都是朕收藏多年的宝贝，朕今天就将它赐予你们啊。哎，朕可是一言九鼎啊。哦，是这个。你可别小瞧这个，这个是神农氏尝百草熬药用的。哦啊，哎，这个是周公当年煮粥用的。哦，那就这个呢，皇上。这个就不得了了，这个，对了，这个是秦始皇的尿壶啊。嘿，你们还别说，朕还真不忍心把这些宝贝送给你们，还不谢谢朕？啊，谢主隆恩。真抠门，就这些东西，我们还得回家好好供奉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这一定是林天宝的主意。嗯，八成是，八成是，找他去。走，你说的都是真的？是真的，农民都说开春只种豆类，别的农作物一概不种，其他县的情况估计也差不多。只种豆类？嗯，那以后我们每天不就只能吃豆腐了吗？哎，你有什么高见？哎，如今是上行下效，只能奏请皇上别再吃臭豆腐，一切问题啊就迎刃而解了。有道理，我这就进宫面圣。你们也太危言耸听了吧。皇上，臣可绝对不是危言耸听啊，如果此事一直照此发展下去，事态将不可收拾啊。荣若，你的意见呢？臣同意施大人的观点。哦，哼，那你们想要朕怎么做呀？皇上，其实很简单，只要您不再吃臭豆腐就行了。哦，就这么简单？对啊。是的，皇上，只要您不再吃臭豆腐，那么京城的百姓就不会再对臭豆腐感兴趣，自然这豆类的价格也就会降下来。
到了明年开春，这农民呢也就不再抢着种豆子了。哦，哎，你们刚才说这林天宝控制了全国豆类的价格，这很不明白。他只不过开了一个交易所，怎么能控制全国豆类价格呢？皇上请看，这是天宝给臣的招股说明书，是他和李光地大人一同策划的，请皇上过目。这林天宝果然厉害啊，竟然想到这个办法赚钱啊。对啊皇上，所以这件事您一定得当机立断啊。嗯，这事儿朕自有办法，你们先下去吧。这你们也下去吧。这关小溪，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！来，上来，朕有重要事情交代你。好，皇上有何吩咐？皇上。在下不知道你这样做是出于什么目的啊？哼，朕就是想让这些奸商们倾家荡产，血本无归。以后看他们再想出这种歪点子，扰乱市场秩序。还是不明白？没关系，你不用明白。总之啊，照朕的吩咐去做就行了。等股票大跌的时候，就通通买进。嗯，然后呢？然后等股票涨到天价的时候，就通通抛出。皇上。这股票的价格会听您的指挥，说涨就涨，说跌就跌啊。没错。哦，好。哎，等等。哦。这两天股票一个劲儿的涨，咱们可发了。我看这个情况，我们以后可以把其他农作物也给它控制住。好主意。这个株式会社办的就是好啊。前几天一个日本人听了我的介绍之后大为惊喜，他准备回国之后也办一个株式会社。惨了，这么好的主意怎么能够介绍给日本人呢？不好了，股票大跌都乱套了。到底怎么回事？说清楚。我也不明白，反正现在股票是一文钱都不值了。怎么办呢？看看去吧。快走啊。喂，这你认得出来啊？股票下跌的原因找到了，昨天皇上把做臭豆腐的赶出了宫，声明从此再也不吃臭豆腐了。再去打听。哦，快去啊。哎呀，现在该怎么办呢？你问我，我问谁去啊？大人。怎么了？大人，出怪事了，有人在大肆收购股票，不知是何用意，而且这人看来是一伙的。快去快去去打听。救命啊！快拿个主意吧，看看再说呀。涨了涨了，赶快买呀买呀。那奇怪，怎么又涨了？总经理，原来皇上赶走做臭豆腐那个御厨是个妖怪，现在没事了。哎呀，太好了。皇上圣明，皇上圣明，皇上圣明。小西啊，嗯，是时候了，将股票通通抛出。遵命。嘿，大富翁，大富翁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！股票又下跌了，怎么回事啊？我们的股票变得如同厕所纸一般了。怎么会这样？怎么回事？皇上刚刚发出预告，禁止在公众场合吃臭豆腐。走！哎，
来。不，兄弟，对不起。救我！救我！救我呀！救救我！救救我呀！羊肉串，羊肉串嘞，云南羊肉串嘞。哦，烧烤羊肉串，羊肉串。嗯，好吃。嗯，不错不错不错，哈，好吃。搬回家去，我准备垄断全京城的牛羊肉买卖，好主意，把咱们从臭豆腐上失去的损失夺回来，好主意，干喽，发财全靠你喽。天下大旱，五谷不能播种，农民何以为生？朕欲亲身祈雨，不知众爱卿意下如何？回皇上话，您为国忧民，亲身祈雨，此等前心，一旦传扬天下，那军民定会感到皇恩浩荡，亲自为您诵佛念经。皇上，我这就下令京城所有的寺院道观僧尼道众一起奉送黄金。皇上，臣这就草拟圣旨，昭告天下。皇上忧国忧民，亲自祈雨，将素善步行入坛，御驾亲临，拈香默祷，令文武百官斋戒沐浴，跟随圣驾。哎，念经就念经嘛，干嘛要吃素啊？这所有人都吃素不合适吧，皇上？对啊，这要一直等到天降大雨。哎，皇上，这哎，皇上，您是不知道啊。这林大人用了全部的家当，在关外买了一批牛羊，说要开什么连锁涮肉馆。您现在这一进土啊，他可就血本无归了。哎呀，你看看看看，朕三令五申严禁官员经商，你呀、啊、却明知故犯，活该。哎，皇上，我是清官啊，两袖清风，平时生活都没有什么着落，只好做点小本生意来补贴家用而已。可这么一来，我就、哎……看来林大人每天清晨只能放放羊、挤挤牛奶什么的，待到秋后才能宰杀卖肉了。那么多牛羊卖到什么时候去啊？啊，林爱卿，这牛羊一事先放一放。放这……哎，这。有事儿让你做，嗯，朕命你微服私访，找几个道行高深的高僧和奇人来跟朕一同上坛做法祈雨。到哪儿去找这些高人去啊？怎么不愿意啊？我愿意啊，可是我两袖清风，中午饭还没吃啊，哪有钱去找他们呀？皇上，这饿着肚子更好、啊、显得你心诚、啊、至于钱嘛，自己先解决、啊、回来朕给你报销。皇上，那你先赏点什么吧。来人呐，在赏林天宝林大人一块萨其马。这、哎、皇上，你还林大人皇恩浩荡，就赏我一个萨其马。你有中午饭了。黑玉庙，林大人。嘿，对了，这个庙里有个义僧，此人不同，法术很高，他可以施符射咒、救病除妖、坐坛补雨，不在话下。这两天皇上让我去找奇人异士，我找了一大堆，大多数都是招摇撞骗，所以才找你帮忙。你带我到这儿，不会又是一个假东西吧？哎，不不不，此人不同，绝不是妖言惑众之人。你看他法术特别高，能御使鬼神，晓得人家的符箓兽，文武百官都信。皇太后有时也把他请进宫里。不会吧？啊，那见识一下。林安，走。
娘哦嗨呀嗨哦哎好回瞧瞧瞧他就是刘姓商人嘘他在表演法术李大人，读书人不懂吗？这是骗子！不不不，这是道术。这道术，这法力我也会，我给你试试。哎，我去试。林大人，哎，开开啊、林大人，哎，接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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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让我来，让我来。万万使不得，没有几百年的功力，这可不能胡来呀、啊！几百年，我都八百岁了，住口！你看，再敢在本寺撒野！我就不客气了。刘星大人息怒息怒，不要胡来，他骗人的。刘星大人，刘星大人，我跟你讲，这个人就喜欢满嘴胡说八道，你不要理他。刘星师傅得罪得罪。哇！哎呦！哈哈，我是八百年前的白发魔女。哦。呦呦。你怎么回事啊？你闻一下，什么味儿？酸的。哎，送给我。哦，没事吧？怎么没事？嘿嘿，李大人，你不懂了吧？这锅根本就不是油，大多数是醋，油只在表面一层，油的比重没有醋的比重大，所以它浮在上面，而醋的沸点又比油的沸点低，40度它就开了，看似滚烫滚烫，只有40度啊，李大人，上当啦！哎，你这个骗子，别油盐惑众，我给你拉到官府去！不能不能不能，二位爷，咱们有话好说，要么。咱们去见住持，见住持。你洗干净了，换衣服，去见住持。用醋洗澡，身体很好；用醋洗澡，蚊子不咬。但是，各位小朋友千万不要跟我学哦。尽管用醋洗澡没有危险，我是专业人士。二位大人，请笑纳，请笑纳，不成敬意，不成敬意。你给我们银子，难道是怕我们把你的鬼把戏拆穿喽？是是是是，不过还有一事，听说皇上要找人主持祈雨大会，希望二位大人能推荐推荐我去。就这么点银子，让我们不行吧？啊，还有还有还有，还有，在这里，你看你看，好说好说，哎。这祈雨大会又不是什么美差，你花这么多钱弄它干嘛呀？依我想啊，他一定是想求得甘露，博皇上一笑，在朝廷中混个国师干一干。哎，大人，您这是说太对了，想得不错。可万一祈雨那一天天公不作美，他不下雨怎么办？我猜这天旱了那么久，也该下雨了吧？他这事也靠猜呀。皇上深明得很，他又不信邪，万一你没猜中，皇上把你猜穿喽，我们俩还得受你连累哦。林大人尽管把我推荐给皇上，其他的事由贫僧去办，倘若有事，小的绝不连累二位大人，好吧？还有，事成之后，小的还有厚礼。那可说好了，要是被猜穿了，我们俩可不认识您。一言为定。好。明天咱们就带他进宫面圣。好，那小的前途全仰着二位大人了。好说好说，告辞了。请。哎，那些银子，咱们五五。哎，七四，我七你四。哎呀，没有七四，七三。七四。哎呀，三。那怎么分啊？你七我三，我七你三。对。好，就这么定了。嘿。喂喂。启禀圣姑，他们已经走了。我先入宫，我们见机行事。工部送来了祈雨法台图样，朕已阅览过了，那法颇为复杂，
而且耗资巨大，朕召你来就是看看你有什么节省开支的办法。回皇上的话，臣有一办法可以让皇上不惜花一分钱便可以造出法台，得到赈灾银两。哦，真能这样？在皇上面前臣不敢有戏言。说来听听。臣以为可以让王公大臣来捐资。这怎么行？要他们捐资等于是掏他们的心，上一次捐款他们已经老大不情愿了，如果这次再来他们一定会记恨朕的。皇上您尽管放心，这次臣有一妙计，会让他们心甘情愿地把银两拿出来，而且只怨臣一人。嗯，好吧，这事儿就交给你去办。这臣一定将此事办好。下去吧。臣告退。启禀皇上，太后的奴婢要见您。哦，让他进来。这皇上，母后叫你过来所谓何事？启禀皇上，不是太后派我过来，是奴婢自己要来的。那你来干什么？奴婢自小被太后派到山里学习法术，最近家师发现京师妖气太甚，特派我来保护皇上。胡说，这京城哪来的妖气，哪来的妖怪啊？皇上有所不知，只因皇上颁旨设坛求雨，惊动了通州山里的鸭子精，化作高僧法号了性，在德胜门外祸乱民心。哼，我看你才是妖言惑众扰乱民心呢。皇上，你是不是有两位宠臣，一个叫李光地，一个叫林天宝？哼，这天下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。这两位大人已经被了性给迷惑了，他们明日早朝便会带了性进宫面圣，而此刻他们二人已入宫，正朝此走来。启禀皇上，林大人、李大人求见。真被他说中了。哦，皇上，叫他们进来。这，皇上，你如果真让了性上台祈雨做法的话，后果不堪设想。那依你之见，朕应该如何处理此事啊？圣上放心，明日小仙便用五雷掌降了这孽畜，叫他现形。好，朕就看看你到底有何办法。奴婢告退。微臣给皇上请安。起来吧。谢皇上。恭喜皇上。贺喜皇上。哦，朕有何喜啊？皇上，我二人已经找到一位得道高僧，法力无边，善于祈雨。哦，那这位高僧姓甚名谁，在哪座庙修行啊？回皇上的话，高僧法号了性，在京城德胜门外黑玉庙挂单。哎，这两个家伙果然中了邪，看来刚刚那个宫女说的句句事实啊。那这位高僧还有什么本领吗？啊，他可以在油锅里洗澡，他还能够点石成金，他可以呼风唤雨，他还能腾云驾雾。这两个小子真是疯了，可怜呐。好吧，明日早朝宣他觐见。这下去吧。谢皇上。傻瓜。
三位有劳了，谢谢啊，请。对，大人，施大人到。幸会，幸会，幸会，幸会。施大人，施大人。皇上为民忧天，即日起，本官奉旨特地摆上几桌素宴，来感谢各位大人、各位同僚连日来吃斋如素之拳拳赤子之心。各位大人，请随便，有劳了。施大人不必客气，我等何敢自外？李大人，您辛苦，请慢用。嗯，请随意。各位大人，怎么了？你们都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们都怎么了？李大人，李大人，没事吧？各位大人都没事吧？施大人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我想肯定是饭菜不干净，本官一定把此事查个水落石出。石安，传御医。是。没事没事，都没事。施大人，厨师带到。大人，奴才，你好大的胆子！所有的大人吃了你做的东西都吐成这样。大人，这炎热的天气，小人唯恐苍蝇乱飞，仔细留神看着的。至于说几位大人为何吃了会呕吐，小人确实不知，请大人明察。胡说，即便是有苍蝇，也是一两个大人吃了有事，怎么能所有的人吃了都吐成这样？大人，御医到。御医，他连御医都带来了。